小孩卡卡，妈妈眼泪天天流。小孩大概两岁多，妈就发现，哎，他的肛门怎么翻出来了？医生就说是痔疮，有一阵大腿、小腿开始长疹。医生一听，马上给他开晚肠，所有问题都有任何。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，大哥哥就突然背着那个高中女生来，哇，好那个 X 光一照，哇塞，刚刚那个重量，你有1公斤，不是人哦。今天晚间8点，妈妈好神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